Hello， 大家好。欢迎大家来到铁花村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这场演出叫做唱作俱佳。唱作俱佳这个演出呢，是每个礼拜三都会进行的一个节目。那它呢，主要就是让那个就是一般的人都可以报名上台，像在那个地方有一个黑板，你只要填写名字以后就可以报名上台演唱。那今天呢，都已经那个报名额满了，所以大家如果要参与的话呢，都可以到吧台去点一杯饮料，然后一起参加今天晚上，听听不同的人唱歌跟分享。那每个人呢，就是限三首歌，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。所以大家上台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故事，然后把握时间。然后我是主持人，我叫志威哥哥。今天呢就开场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鸟语。我们看到很多爱心人出现了，爱心，好的，没关系，待会有机会我们再好好认识那一堆爱心人。先来唱一首叫万小丽的歌，这首歌叫《鸟语》。
蓝天的羽毛飞舞，夕阳染红大地，鸟儿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，至今没人能懂。好，这首歌叫《鸟语》。